北投乡音新一初期儿童节，桃园市文化局新一初二到初五就替桃园区的文化工人办理头一届的桃园儿童艺术节。客家是要刻从桃园连新加州讲，一百个活动内容包含的沉浸式儿童剧场、魔幻散步为秘密，为结合工人的环境来表演。在外规划的五组互通平入高管次，为台式朋友体验你的环境当中高热的欢喜的儿童节。有神法有神奇的儿童舞台剧，台下的声音呢都看到当一本一摆客家式桃园编剧乡下桂北的桃园头一届儿童艺术节，本身呢对亚当中学的多东西又做得过关。太高，太高。那我们呢、啊？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一次活动里面啊，我们结合了五项元素，想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分享。哪五项呢？分享梦想、诚实勇气，还有互助有。哦，这个东西。那我们其实透过这个戏剧之外啊，可以让他们正式来体验。哦，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互动。桃园市文化局讲，今年用环境剧场的方式突破传统单一舞台看演出的形式，除了主题戏剧演出以外，还包藏故事内容、设计体验设施，鼓励新人呢了解书韩国头脑而向下用，亲自们做的向下高管，同时又有建议香烟同同乐文创实习，所有年龄层的体验设置都做在来体验。用无穷用的形态，本身呢高一点，当欢喜的儿童节。客家新闻罗恩泰，桃园报道。